祖真的来了，信徒们齐声高喊妈祖銮轿，今天中午抵达云林北港，在香灯脚簇拥下，粉红超跑三进三出冲进朝天宫。视角从高处来看，画面橘橙橙一片，更是壮观。徒步进香来到第六天，白沙屯妈祖的高人气把朝天宫外挤得水泄不通。恭天宫主位表示，现场人潮逼近50万人。在欢呼声下，信徒高举手机记录下这一刻。神教人员把白沙屯妈祖和善变妈祖请出走，奉入朝天宫神龛安座。今天晚上，法师诵经祈祷，香灯脚书文，完成重要的义火仪式。24号凌晨准备起轿即行北返，预计26号回到恭天宫。白沙屯妈祖这次进香是200年来首次多绕10几公里，一早云林乡亲纷纷出来尊教早寻求妈祖庇佑，走到园长乡更是盛况空前。园长乡乡长跪地拿香向妈祖祈福，后方信众连忙排队等着尊教早。也有民间企业为了让大家同乐，拿出一只市价上千元的粉红色小熊娃娃，只要民众连续掷出3次圣早就能免费带回。妈祖保佑，妈祖保佑，对，啊，一家四口都3个行杯呢。对，你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我也吓到。有民众一家四口统统抱着娃娃，运气好到连当事人自己都不敢相信。限量200只，机会相当难得。另外还有吊车放炮，欢迎妈祖。宫庙主委说，连续2年都有妈祖助驾，也谢谢香灯脚协助，期许宫庙修缮顺利。白沙屯妈祖路线不固定，也让整趟进香多了不少亮点。八大新闻周雅婷综合报道。民生八方式尽在1小时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